我这一辈子人是没有了。我过生病了。比这里要好一点，去年一直在生病。不房子啊，房子不会五块钱的，就是种上，房子不环境不怎么，就是小，不要贵我也付不起啊，贵哪里付得起啊？要一两千我咋付得起啊？我也七千，七千没有的，六千多一点的。我以前种了十几个小时，种一半个，我不能种。我这个到前夫啊，他把我打狠了。他还打你啊？打我，我这个头他打的，我是来做多了仗势啊。就是来喊两句的，就是不能做动。我以前做动做一万多，不能做，承受不了，就是在哪里等不住，就是来站。是个去年我都不想活了，去年为什么？我家儿子问我，他妈你在哪里呢？你不能啊，你不能啊，你到我这里来还能，要我到他哪里去？我家我想不想活了？我家那个新房子他也要，我家给你的，你也没结婚，我家他给他住，他想要站。他想把这个房子搬过去，我不同意，我气死了，我干的我搞得不过，我想我自己去年，我想向儿子讲嘛，我想向儿子劝我，儿子干的他讲我也不想活了，向儿子讲的话嘛，我就没有了。他觉得没有你了，他也不想活了。哎，他也不想活了，他讲了。你千万不能这样想。他要他讲了，我让我不想活了，我今天晚上我肯定要死，肯定要死去。他讲你要不想。问我也不想回来了。既然已经这样了，带着儿子好好的过。我得把前夫把我气了，太，太，我的人生真的惨，太惨了，姐的。你不知你跟人家你找小三不要紧，你不能把我钱骗了个对吧？你把我钱所有的东西骗了个。多少钱被他拿走了？我几万块钱，三四万块钱，三四万块钱全部骗了个。骗了一分钱，一分文无有，没有钱。我想我再怎么过个日子怎么过？要不倒，要他比你还厉害，要他都要打我。我去你来不要个，要个他说你来呀，你来他老处你那来，他要打我，我这干得不过。他个子一高又胖，我咋干得他惯，对吧？有一次我在那个复兴公园，在那个上海复兴公园，你懂吗？复兴公园。我在那里去了，他跟那个女的碰到我了，碰到我，他那时候我家那个田不是2900块钱吗？种田那个国家补贴的嘛，2900块钱，他找我讨，找我要，我说没有，我说你把我那个三四万块钱骗了个，你要给我，他讲你给那个2900块钱给我，他那时候你把我逮到了，打我，我的时候我还正好那个公园里没人，没有人，后来一个夫妻两个在那里。在那散步，我看到他两个，我跑嘛，他不敢跟我跑了，我跑到那个那个外面不是那个小区里面，一个保安在那里，我对那个保安下跪，我你救救我，他讲什么人欺负你？我讲那个前面一个男的，他跑到我来了，来个时候他一个保安在这，他不敢来了，保安指着他嘛，他就是他不敢来了，不敢来，为了报个警，报个警，警察来了。警察来了，什么事？我讲我那个前夫要打我，我说他跟我说我跑，他跟我跑，我讲他要我钱，他把我几万块钱骗了不讲，还要我2900块钱。